欢迎来到西安音乐厅，欣赏由东风日产天籁独家冠名的张丽萍与 XSO 西安2021新年音乐会。本场邀请曾在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帕尔马皇家歌剧院、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等诸多世界顶级剧院中担任主演的中国女高音张丽萍，与哥本哈根皇家歌剧院签约男高音许阳，共同为您带来经典歌剧之夜。两位艺术家将在歌剧《塞维利亚理发师》《诺尔玛》《弄臣》《阿依达》等等这些传世咏叹调中展现精湛唱功，音乐的起伏扣人心弦，带给人震撼的听觉满足和艺术享受，让人充满期待。本场另邀请备受乐坛瞩目的青年指挥家孙一凡，直棒西安交响乐团与合唱团共同为您呈现，祝您观演愉快。
Thank you.
Adesso ora piangere un fuoco spesso.